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楠楠。这两天俺妈老看金的嘞视频哈，然后看金的头两天做的那叫萝卜菜馍，然后老想着吃，老喊他说想吃菜馍嘞，想吃菜馍嘞。我说，今儿赶紧的打个电话，然后问问那个面涨多少，我不知道那个面涨多少，我给金的打个电话问问，今儿想着做嘞。金的，我说。干啥来个家？我没有事，我看电视玩呢。哦，我说这两天俺妈老看那头两天不是做的那萝卜馍那个视频啊，她也馋的不中，她老说想吃嘞。我说叫我问问今天那放多少面呀？我说整点淀粉，整点面，淀粉放点盐，好。刚才俺今天都会说了啊，说不然方便多，说放点，要不然都不学了。给他下锅炒，炒一下水啊。好吧，老夫人。还有萝卜的，你们动员太难了。我这边先把那个面筋烧上点，俺今天锅出来就少放点，要不然就不行了。再放点淀粉。我这是放盐，说热了。我开了啊，给它铺上了膜，让最后能不能弄好哈、啊？能不能弄好？反正可能是这个样儿。蒸15分钟哈、啊，记得说，蒸的不大好呀。葱、蒜、黑辣椒，这辣椒不辣，咱家做的，拿出来试一下。走吧，给俺妈送过去，晚上俺奶奶也盛吧。要来跟俺记得那个一样，但是我没有俺记得蒸的那好看，我也不会蒸，可能是面放的有点多了，那是。下回都比这个蒸的好，俺尝尝吧。我看你蒸的是不是挺好吃？咱也做呀，妈，肉你都别吃啊，你要想吃这，我都能给你做，行？多吃点这，比那比肉强吧，兄弟。奶奶，哎，你尝尝这是啥吧你？让我吃么子？啊，对，我问那俺亲的做嘞。好吃，奶奶好吃，做啥都好吃啊，奶奶。